直，它显得这个直是前面伸的好长哦，哎，一样斜肩，再下来哈，这个跟刚才的接笔方式一样，上去，下来，勾出去的时候用力整个甩出去，不用怕，然后在这里有起笔，然后把它靠上面一点抹下来，到最后拉尖尖，产生一个比较华丽的感觉，直。